致命节奏的蛮王啊，白眉带鬼步啊，哎，保证风筝他，保证风筝他。真的哭欸，蛮王被爆砍一顿欸，妈一直暴击欸，怎么玩的时候就不会暴击？他跟我们天选之人啊，屁，被滚雪球啦！妈那是鬼吧？干他一天玩二十几场欸，估计是一个真正的蛮王，他从骨子里从里到外都是一个真正的蛮王。我用提摩来跟他打，是我对他的不尊敬。有时候来韩服就是可以遇到这种极致追求的玩家。我那天玩了一把路线，我觉得蛮强的。我学习了勒帅怎么控线，我学习了勒帅怎么控线后，我觉得我的路线已经上了一个档次了。遇到这种，这个真的不好打，我路线咋提摩？啊，我思考一下，我有点不想接。提摩扎克蜘蛛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谁？哦，扎克中路吗？我接了，我接了。对面提摩扎克蜘蛛，扎克跟蜘蛛要抢打野，这我接了。哎，蜘蛛上路。我不知道，没差，我接了。扎克辅助啊，有可能。哦，我又要打提摩了，整个 AD 上路，结果他们打个提摩，挺差的，估计只能用大绝喷死他。走了，可以切割吗？七十一魔防杀小，火人七十一魔防。Oh my god， 这个哥，为什么这些人都没大人啊？提摩没大人哎、欸。换掉啊！不要推，不要推，你这个会爆，你这个会爆。好，算了，刚刚不推很好的，嗯，他推的有点爆了。Nope， 草妖。今天跟炮车无缘呢、欸，啊！换我起水球了，小小提摩，让你们知道这个第一趟走出来带这个雾川是多么肮脏的事情。同样是小小提摩，一定有所体会。啊，瞧个位置，不够长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想你玩你出去的东西啊？啊，提摩，我要怎么凶他、啊？好烦啊！还是我们点 W 当 AP 路线。那我打提摩要怎么凶他？我一直用 Q 跟 W 凶他好了。啊、那我磨那么多。好了啦，好，渴望手比你长，你有太短的困扰，提摩。背出来，好呀。火人太有想法了吧？放完火人出一堆抗斗，八十八魔防，哈哈哈，怎么蹦？嚣张，炎帝 recall， 提摩真的可以吊打布歇吗？不行吧，对面都两个都 AP， 我为了他们出一个抗斗吧，等一下可以出西摩剑吧，对面有四个 AP 啊，哎呀，明明就比他肥，还不能上去打他，no， 是，算了，我要推线了，因为我有闪现了，应该不会被蜘蛛杀吧，应该了，推线好了，然后呢？辅助都来了，我的天！提摩在那边蹲，我感觉我要先坦住他的伤害，然后等他自盲没了，我再慢慢跟他打，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。好烂，在那边蹲，闯破塔皮。没魔了，不行，没办法。哎呀，我为了扭他的那个一，结果去给他打、欸，哎，好蠢、欸。没有啊，我要扭他的晕啊，不然我继续跑，我没有魔啊，我没有魔呢，我也没有一呢。嗯，原本是说他哈哈好烂的，变成我自己了。没事啊，愉悦之刃出来，这个两分钟内把他的塔直接砍断。嗯，提摩过来啊，我不怕你啊。我现在已经不再怕提摩了。一堆炸弹呢、欸。我要换刷脸了，又来哎！一二三四五，要不要我直接出法抗鞋算了、啊？这么多 AP 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这么多 AP 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要出法抗鞋。
怎么有心魔界你还想跟我单挑？他是有枪刀吗？没有啊，那怎么打？送头，感谢提摩友情相送，直接站 A 送头。我对于刚刚被蛮王屌打耿耿于怀。你们觉得那蛮王是不是小号？我看了，我觉得不是哎、欸，我觉得他是只会往前哎、欸。他只会往前，然后往前个几次呢，就如果都没遇到意外的话，他就超强。他真的一直往前啊，然后他就是赌他一定会暴击，每一下都会暴击那种。来的美。恼羞开喷，切！还敢抢我蓝？抢我蓝就把命都送上来吧！我现在觉得这游戏雪球很重要啦。你看我雪球滚起来，我一个垃圾路线也那么强，所以感觉不是角色的问题，这是雪球的关系。感觉前面能滚雪球的角色比较强哎、欸，这一版。我觉得不是那个蛮王的问题，就是不是他的蛮王很强，是他的雪球滚起来了。你看这把我路线雪球也起来了，难不成我很强吗？我也没很强啊。开着，在里面。助攻！哇，还干嘛给他换掉啊？辅助。身为一个称职的路仙，这时候要出什么装备呢？你觉得？给个良心的建议吧。陨落吗？智慧默认也太没梦想了吧？真的很烂哎、欸。我可以出啊，我觉得不强了，但是我可以出，因为对面太多 AP 了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出出看、啊，我也没出过，真的很烂哎、欸。对面都是 AP， 可以出吧？很烂哎、欸，163模仿，我看看这些人怎么的。这什么装？这是为了对面的量身打造的装备。干脆出鬼锁好了啦，鬼锁路线好像有点烂，感觉缺一点 CD 啊。敌魔在哪呢？让我测试一下新装备吧。让我测试一下我出了这个针对性的装备以后，跟敌魔打起来会如何？三项也太废了吧？三项不能啊。我超痛哎、欸，根本超痛哎、欸！你们不要小看这个魔伤好不好？我们蹦两下这个魔伤，砰砰，技术。我打蜘蛛跟我三件装一样，怎么这么痛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想知道就问香蕉。就这么痛啊！直接不用出攻速啊，直接出水星鞋，克制下提摩。没有，都出到这样子了，我觉得肯定要出鬼锁吧，好像有点烂。我要出鬼锁，肯定要出鬼锁啊，烂。当个无情战 A 怪。快啊、哦，烤得好快，好爽，烤得太快了，我快控制不了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人知道 BB 是会 A 点地板吗？还是怎么样吗 ？BB 怎么玩 AD 的？好想学一下。我有时候会点到地板，然后就会往别人那边走过去，我觉得蛮蠢的。我想知道顶尖的 AD 都是怎么控制的。开射。哎、欸，122D， 有点痒。对面一堆 AP 仔啊，我160攻。上不太了，感觉我有点依赖陨落。我平常滑上去就会先陨落吸人，现在没有那个操作了，所以不知道怎么上人家。我不知道这样现在路线要怎么上人。哈哈哈哈，拔死兵，不玩欸对面。怎么今天大起大落啊？今天要不是被打爆，就是打爆别人，可能还不够爆啊，可能要像刚刚那把蛮王才是爆。愉悦之刃好一点点，愉悦之刃真的比陨落痛，真的，你们可以出出看。我玩过很多角色了，奎恩啊、蛮王什么都是，可能主要是雾川吧。你们不要小看他给的雾川、啊，他雾川给18点啊，其实蛮多的。提摩不能，提摩可以玩啊，但是，哎呀，讲白了，提摩打蛮王，我太凶了啦，应该三等后再凶的。然后提摩打蛮王本来就一般般，不是没有说那么好打，最好打的是凯能跟奎恩啊。我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。蛮王还高于50%嘞，不打奎恩也差不多啊，那我就不懂了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处理的好，也不会输了，所以我刚刚也是15%没错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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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